右手请拿起血氧机进行测量。NA-X30102 血氧机监测，在复健过程中进行监测，可得到数据、心率、血氧浓度、手指温度。等到使用者结束复健项目后，将汇整所有资料传入使用者云端，就可以得知当天是否有进行复健项目，也可让使用者、家属以及医疗人员透过云端观察使用者的状况，并进行调整。64×32 RGB 矩阵 LED 萤幕，将血氧机监测的即时数据透过 NQTT 传送至 LED 矩阵萤幕上，并显示给使用者观看，让使用者不用透过血氧机上小小的 OLED 萤幕获取数据。此为数媒派上的远端桌面，可以让复健中的使用者知道自己是否达到动作标准，如未达到标准，也可及时更正。恭喜达成目标。右手部训练。此为字卡显示，可以让使用者知道目前的复健流程。请扫描 QR Code 登录会员。手部训练，可训练手掌的力量，维持手掌部肌肉的活动量。左手部训练，恭喜达成目标。右手部训练。手臂训练，可训练手臂的力量，维持手臂肌肉的活动量。左手臂训练，恭喜达成目标。右手臂训练。手臂伸展，维持手臂向上的力量。恭喜达成目标。深蹲模式，改善平衡感。腿部训练，练到腿的柔软度。左腿部伸展，恭喜达成目标。右腿部伸展，原地踏步，可训练到大腿肌肉。当使用者在监测血氧的过程中，一旦数值过大时，将自动传送LINE讯息提醒使用者及家属。上传资料，上传完毕。透过 Google 试算表观看使用者的数据。
还有视觉化的图表。